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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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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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我上船再问，上船再问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老板我不知道啊。今天最后一班了，刚好赶上，我到二楼去看一下。到二楼，哎，这个地方，到外边，哎呀，这里好。好，我到船的后面了啊，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海岛。坐上船了啊，刚好最后两分钟，坐上船，那个拉我过来的大爷，我们说好的35，但是他那个微信不能转账，被限制了，我身上刚好还有27块钱现金，只能给他27块钱了。好，现在船开始开走了啊。觉得这种感觉比那种大城市好玩多了。我到二楼去看一下，这是二楼啊，我上来了。哇，好爽！我现在还背着包的，我现在在船的尾部。再到船的前面去看一下，然后再找一个地方把包放下来，再去问一下我到底要在哪里下船。我没有买票，去哪一个岛好一点呢？你们要经过哪几个岛？哪一个岛？本来我们是去那个就是那个唐玉岛，本来就是最好。那里就到曹玉岛，我们船没有到唐玉岛。我说你这个船到哪几个岛？到一个岛吗？一个岛，就是南海乡是吧？对。只能到那里吗？我没有买票，现在买票啊，买10块钱了。什么10块钱？这我以为要20-30了，才10块钱。10块钱。我用微信付啊，微信付。我现在买票了，你这人不好了。好。现在在驾驶舱。10块钱就到海岛了，特别便宜啊。角度去看一下，这边的海水就特别干净了，特别是绿色的，绿色的特别干净。我们现在要坐20分钟的船，就能到达南海乡。明天到另外一个岛也是坐这个船。前面，然后这个位置去看风景，特别爽，又可以吹，就快到了。远处就是南海乡一个小岛。马上到了啊！你们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些小渔村、房子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很期待啊，很期待。这种比较偏一点的小众旅游的地方，我准备下去了，船马上到，好像已经到了。是在靠船，现在是下了吗？下船喽，下去看一下。你们去本溪玩玩吗？好，谢谢。不是吧？第一次来这里玩呢。第一次来啊？对呀、啊。现在在本溪。那就他开车可以带去吗？他有车去吗？拿着车开去吧。后面坐可以啊。我们刚刚坐的船就是这个船，很小的一个船。这个岛上还有两个公交车，我不知道去哪里，一个是码头陈醋小学西门。莲澳，看一下这一班是哪里啊？普安下中学西门后坑江尾，普安下。我问一下师傅了，自动投币我没有啊。
我去找住宿的地方，好玩的地方。我去找那种可以住宿、有吃、风景又好的地方。哪里有啊？就坐这个车吗？风景你去，风景去住下，先住下来。先住下来啊！好，我先。这边都有住的吗？这边有住的吗？这边多少钱嘛？住宿？进去看啊！这边你家吗？给右点，给右点。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吗？这边好玩在哪边？跟下去，就在我们车步一步去啊，沿着那。有多远？不远。不远啊！啊！你想去哪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来过。我来这里。啊，丁老，丁老。对。来哪个就在这边下。啊，我下船，然后坐了一会儿公交车，到了一个渔村下船了。我就准备开直播了，然后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在哪里找房，就不拍视频了，拜拜。